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一个人物。确实是，如果没有雍正，大清朝很有可能迅速的腐化掉。这娘子谣毁在笔上，隆科多毁在嘴上，所以还是少说话，多办事儿吧，是吧？别什么都说。没事，闲了没事，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巴金的《随想录》真话不全说，假话全不说，没事儿尽量别说。当然也不行，那你们请我，我都不说话，也不行啊。但是我们得清楚，这两拨人死的，除了救就得不信。不信不什么？得任用几个大臣，张廷玉，101，为什么呀？篡改圣旨呗，那圣旨就他们家写的。张廷玉，还有一个朱氏，张廷玉，这张廷玉特别有本事，张廷玉是三朝元老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。这咱没工夫讲张廷玉啊，张廷玉是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人详细情况11月9号就去了，去看看他们家怎么样。张廷玉安徽人，安徽桐城，他们家离那个桐城三家张家、姚家，还有方家。张家跟姚家那是桐城派重大传人，方家那是反清复明的基地。那现在倒想，三家都挨着特近，方家出了好多好多名人现在街面那些演艺人员，姓方的有名的很多都是那边儿，都是安徽桐城。我们讲这张廷玉那是非常重视。第二重视的李卫，第三重视的田文镜，这三个人，汉人为什么要重视这三个人？这三个人是三种汉族文人。第一种张廷玉，进士出身；第二种田文镜，一辈子没考上进士，举人出身；第三种李卫，一个字儿不认识。选择三种人，都让你为臣，你学习好的，我给你立一个榜样；张廷玉，你学习不好的，咱给你立榜样。田文镜，你不认识字儿。李卫为什么能起家呀？不认识字儿，老聪明。黄河发大水，在徐州，那时候不叫徐州，铜山，在铜山决河，李卫代表他爹面见皇帝，今年徐州，今年潼关决口了是啊，这个我准备那个跟您申请一下，申请什么？今年修黄河的钱，我们家出多少？您就甭管了，您就派人修，工资都我开。行，直接当总督吧。当然您这总督，那办公地点呢？西湖。江苏人跑到西湖那儿，把这三潭印月上的庙都拆坏，重新拆，重新画。给你画图纸，按照我这图纸做，做出来大房子，房子又大泥胎，
那姨太俩人，一个他，一个他媳妇儿，啊，然后就在这俩姨太前面设一办公桌，李卫，皇上下令捉拿吕四娘，他是大侠安凤池，捉拿安凤池，吕四娘是谁那阵儿？雍正不知道，捉拿大闹安凤池，李卫，哎呀，去，您就一件事啊，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打哪儿啊？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咱啊这治下所有的窑子户，您就常住窑户，知道什么叫窑子户吧？卖身的，你们就搁那住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全怎么样？看我们这队伍，见着这人一来，立即回报，一个月干封池带到，还捉他呢？我就不信，他这人不来窑子户，就等一个月就等着。那才好，你要满世界追他，你不累死啊？甘凤池就来了，吕四娘是谁吗？哦，那个你得问这家。这个，有这人没这人，我们不太清楚。应该有这人，但是跟雍正没什么关系。好了，讲到这儿，李卫什么字儿都不认，人家肯为国家出钱，人家捉拿罪犯，人家。哎呦，好多措施啊！人家与民为伍，时刻为老百姓着想，咱就得用。田文江认识字儿，认得不多。田文江最讨厌的是，他不敢讨厌张廷玉啊。张廷玉骂他三天，他都不知人骂他。张廷玉多大本事？张廷玉骂人从来不带脏字儿的。你这，哎呦，骂人有禁忌。你知道吧，骂人有境界，是吧？好了，不说那个，怎么说呢，骂人也有用咖啡骂，也有用大蒜，知道不一样，南北方的骂人都不一样的方式。哎，所以他又看不上，完全不认识字儿，俩人还天天互相参对方。哎，社会就如此稳定，因为大家都有把柄在皇帝身上。满大臣重用鄂尔汗，哎，这鄂尔汗确实有本事，有什么本事我们待会儿来说，这是我们讲的，哎，重用四大臣，除旧布新，这是人事制度方面。布新的第二点是什么？布新的第二点是秘密立储。哎呀，这接班人怎么选？中国几千年来形成一制度，嫡长子继承制。嫡长子继承制，大家不用篡位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万一这嫡长子是司马炎的那傻儿子呢？怎么办？所以你想。如果司马炎的儿子他不选嫡长子西晋会，那么几十年就灭亡。所以嫡长子制度有缺陷，任人唯贤这也不行，不立储更乱，怎么办？秘密立储，这他的招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这几个皇子自己比赛啊，比赛谁做得更好。我把你们的名写在正大光明殿上，背后有一盒子，金丝楠的盒子里头有一张纸条，我有几位看着，这是一份，另外一份瞧着没有，手里递着，
特朗普手里也递了一盒，我手里也有一盒，这盒子走到哪儿跟到哪儿。哎，后来雍正死了，乾隆啊，那哭，你以为他哭哭他爸爸呢？张廷玉跟旁边看，哭了一小时，别哭了，不就找那盒儿吗？嗯，贵，这日后的乾隆爷给张廷玉下跪，等着啊，拆炕去。圆明园把那炕坯拆了，拿盒里一拿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他这三跪就够了。要不然乾隆上来以后天天收拾张廷玉，我堂堂皇上给你跪，你不是给我跪，你是给圣人下跪，我要不掏出这圣旨，你当不了皇上。走，还上哪儿？皇上说了，两份圣旨都对了一块儿，你才能当皇上。对不起，到了紫禁城你还得给我跪一次哟。上上拿下来，小伙子，瞧见了吗？这两份圣旨都是老臣写的。张廷玉，皇上，日后的皇上恨死张廷玉，天天收拾张廷玉，那是下文不提了，那是讲乾隆的时候咱们再说了。哎，讲到这儿，秘密列祖，谁也不知道谁当皇。但是皇四子、皇五子、皇六子还有皇三子，雍正的儿子不多，九个，但是呢能当皇上，能当皇上的就皇五不行，皇五有点智商问题，皇六呢是一个贪玩，就皇三皇四俩，结果皇三子不但跟雍正的那些恨的哥哥和兄弟的孩子混在一块儿，而且他还会给其他的孩子扎针，也能背。后来皇三子被废了。好了，这段说完了，秘密立储就解决了很多问题，解决了你们这种公开的这种变成了一种什么身份、学识、水准、功劳的这种。所以大清朝日后还比较稳定啊。这是我们讲的除旧布新。此外我们还要讲一个什么呢？政治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设立军机处。这个初中学了不说了，这都跪着呗。还有一个，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就是秘密奏折制度。这都是咱们初中学的不说。政治就是这三点改革啊，一人事制度改，二这个就是军机处的职权改，第三啊这个中央地方的关系改革。 OK， 经济改革，哎，咱们看电视剧啊都知道，开始查亏，就是查那些个偷税漏税行为，补交，哎呦，这个那个补交跟咱现在不一样，咱们现在还有标准呢，从哪年以后补交？那也不是，那你从康熙年间你得补啊，康熙当了61年皇帝啊，这61年你们家偷了多少税？哎呦，一查呀，真有卖房子卖地的。偷税漏税已经形成习惯了。那么第二，火耗归公。什么叫火耗？哎，中国呀有一规矩，中央说向地方征税100，地方自动征税120，那20是干嘛的？征的是银子，银子不纯，得拿回去炼，你交那个银子，我到
这儿得搁炼银炉里炼，炼完了以后把渣子排出去，你给我的是五两一块儿还是分散散碎一种，都要按秤要的。到我这儿交给皇上的是五十两一锭，皇家的一银都是规矩，五十两一锭，所以这本身有损耗。你金子也一样，都会有损耗，这就叫火耗。什么叫火耗呢？因为你得用火炼，加20%，交给政府以后，剩下的不到20%，10%几，就咱们就私下分了。是这样，怎么分？在这个县里，县长说了算；在这个市里，市长说了算；在这个省里，省长说了算。所以这一点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负担。政府到了雍正皇帝这儿就改了，改成什么？你把所有交的都给我，我怎么样？我给你加工资，叫高薪养廉。哎，第三点，这是初中学过的，中学学过的，摊丁入亩，把丁税跟地税，把丁税平均摊到地税上，一年只交一次税 ，OK。哎，丁税摊到地上，就是十年就只有财产税了，只有土地税、财产税，没有人丁税了，彻底解决人丁税 ，OK。这一点是中国赋税制度的最重大的变化。第四点，官民一体当差纳粮，无论官民人等，凭什么老百姓就交税，当官的就不交税？不行，从我开始，当官的你们家有地方也交。所以你要讲到这儿，你就知道为什么雍正招人恨，为什么谁都说他篡位，他真不是篡位，因为他得罪人太多。你每一个制度你会发现都会影响到所有的有钱人，有钱人的利益，所以这些人怎么就恨他。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边疆的管控，一铸造大臣，这点很重要。金瓶这钱是由铸造大臣决定的，你不能达赖十四世说我死了以后我的转世灵童是一印度人，或者说我死了以后这达赖不转世，这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死就死了，转世的事是你死了以后才转的，而且你转一年，那你不能刚死就生吗？那是由中央来操作的，好不好？跑，所以1959年他想跑，哎，咱们中央政府就说了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，随他去，你跑，15世就会回来了，我们再找一个呗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边疆管控、铸造大臣这件事儿，我们可以说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此外，还有一件事。改土归流，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怎么管？咱们元明清三朝都是一个政策，只要你一年给我皇送仨瓜俩枣，给我一跪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得了，你就世袭当官，你死了就你儿子，你儿子死了就你孙子，孙子死了就成孙子，永远当官。这地儿我们也不跟你争税，反正一年你就给我送点礼 ，OK。这叫土司制度。土司世代当官，你比如说你到云南、到腾冲、到腾冲，所有人都会呼吁你买翡翠上谁家，买银子就这家，就姓村的他们家。为什么？姓村的是重庆人。明朝的派他们家在那儿管控，他们家管了500年，所有的银子都归他们家操作，所以他们家手艺高，就这么简单。就到了清朝，没办法，一个中原汉人到成了当地土司了。
这就是土司之中。到了鄂尔泰，前面我们讲的马大铁鄂尔泰提出改土为流。什么叫流？中央任命官吏，四年一任，五年一任，干得好升，干不好降。当然也引起动荡，但是毫无疑问，雍正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巩固边疆是有贡献的。巩固非满蒙为地区，巩固西南地区的边疆是有着重大贡献。说到这儿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江湖上就有那么多对康熙不利的话。哎，我们讲第五点叫大义绝迷。哎，大义绝迷啊，再加一个字，是一本书的名字，叫大义绝迷录。谁写的呢？嗨，雍正自己写。事儿怎么说呢？一个叫曾静的人，读书人，哎，读着读着书呢，就读跑了。读完书啊，还上街上去买书。街上有旧书摊儿，哎，在杭州买了一套旧书《吕留良文集》。吕留良，康熙皇帝特别信任的一个大臣，在康熙眼里大忠臣、大好人。他呀，生前喜欢写日记。这日记里头，从打第一篇到最后一篇，都用明朝年号。明朝都灭亡那么多年了，南明永历皇帝也死好几十年了，还永历38年、永历40年、永历50年、永历60年。而且他白天跟康熙那天天天说清朝好，晚上那日记里天天骂清朝。这本书捋去，没看，死了都不就卖了吗？当旧书卖，你这，你要注意，哎，现在不行了，我也不知道办哪儿。你到潘家园买布能淘着好布，你知道你淘不着好的，你还淘不着这。你淘着这，你揭发一检举，说不定你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一看，哎呦，马上就不行，就应该反清复明啊！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，未来的世界就应该我们承担起来呀、啊，责任呐、啊！文人，你为什么念书啊？知识分子跟知道分子不一样，明白不？哎呀，就我自己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一调查，四川总督岳钟琪，姓岳，岳钟琪这岳是谁的岳？岳飞的岳。岳钟琪是岳飞的17世孙。嗯，就他了，我找他去，从浙江走了四川，找岳钟琪，啪啪啪一拍门，岳钟琪得接待。这接待您有何贵干？嗯，来啊，后面说话。说，找一秘书，我看中您了，你看中我了，推翻大清朝。岳钟琪一想，行，哎呀，曾先生，这件事儿咱得从长计。您呐，别着急。咱有从长的规划，对不对？咱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，您跟我这儿住一礼拜，哎，咱畅想您预谋预谋，这边就住，好吃好喝，每天醉生梦死，吃了睡，吃了吃了，反正话说的不多，都喝酒了。掉头那边汇报给皇上，皇上给他给我押到北京，岳钟琪亲自押去。人，雍正皇帝在朝廷里面，在紫禁城里面每天办公。跟这曾静说，哎，曾先生，你天天可以跟着我，睡觉也可以跟着我 ，OK，
你看看我到底是怎么当皇上。一礼拜，曾静被皇上感动，皇上错了，我误解你了。没事，江湖上你不是说我有十大罪状吗？我听你说了，我利用这几天你写了一本书，叫《大义绝迷录》，针对着社会，靠我的实力帽啊，一一做出了解释。现在由你来负责到全国2000多个县来进行宣讲一番，你看一说好。每一个县，诸位，我是曾静，我受皇上委托，给大家讲讲这么多年的政治大事。第一，江湖上有人传言，先皇是县皇给弄死的，啊，还有这事？你说那是没网络、没电话、没电视、没网络，谁死谁生，跟老百姓有啥关系呀？都你们大清朝、你们皇家的事儿，爱谁死谁死，对吧？第二，有人说皇上还把他妈给强奸了，还有这事？讲十条，你说老百姓能记得住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都假的。老百姓记住的就是前面的话，假的那句话他肯定记不住。你说是吧？不是你知道这个江湖上为什么说皇上这么多坏话了？全中国老百姓没有不知道雍正做的坏事，谁告诉人家的？皇上亲自告诉的。这事傻吧，聪明一世糊涂一世，皇上也有犯傻事。那皇上是怎么死的？这就说到了先皇是怎么死的。皇上雍正啊，这第六点了啊，迷恋丹药。雍正，你想他是皇上四阿哥，他上面有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老大皇长子，老二皇后的儿子皇太子，老三在所有的孩子中最聪明，老四，你就是你爸跟你妈偶然的一夜情，跟你有啥关系呀？有你什么事儿？胤禛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炼丹吃药。炼丹他好玩，自己亲自炼，不是当皇上的时候，圆明的时候，圆明有一个小乡村，将来你们去看，中国北京有俩园子里都有那个石头的船，大石头释放。颐和园里有一个，圆明园里有一个，这俩是同一块石头 ，OK， 一样大。这石坊，圆明园石坊旁边那一块就叫秀清村，干嘛的呢？在那炼丹。炼完丹，第一件事先给手下人吃。第二件事自己吃。第三件事发给李卫一半吃。不是，第二是自己吃，第三件事给李卫吃。他跟李卫关系特别好，所有的事都想着李卫。啊，对，而且还给李卫开方，开药方怎么吃。李卫不听话，李卫想你有你有，你将来没有我端了这怎么办？李卫每次都减少三分之一，剂量都少了，所以李卫比他多活三年。第四，都吃完了，给皇上送去。他真是一片好心。我客观地说，康熙还真有可能死在他手里，但必须得说明他没有坏心，因为他是先给手下人吃，第二是自己吃了没事，第三是朋友吃了没事，李卫吃了没事，第四他才送给皇上。每天，每天，每天。吃了几十年，
所以，哎呀，雍正怎么死的？吃死。吃什么死呢？吃长生不老药死。这个历史上都谁是吃长生不老药死的？除了他之外，著名人物啊，皇上，还有唐太宗，也是吃长生不老药死。这些都是你说，哎呀，这世界怎么能长生？你不信，你干嘛天天看养生堂？你不信，你为什么天天要健身？你为什么要做瑜伽？你为什么要练剑？你为什么要跑圈？你为什么这？为什么？你不就想多活两天？你没到我这岁数，你到了我这岁数，你就知道，万一要管事儿，是吧？不管事儿，你吃不死人。为李卫吃了又没死吗？所以咱吃也不一定死。好了，讲到这儿，我们就知道。雍正其实是吃死，雍正的晚年天天吃这，而且雍正活着最后一天的晚上还在批阅文件，一生什么病都没有，没看过病的一位。乾隆爷继位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道士连同秀清村平毁，把道士发了，老山沟里一辈子没说话，哪天要说弄死。这是乾隆爷的第一道圣旨，一切都在诏书。雍正是自己吃死，他爸很有可能是吃他的爱心药死。好了，雍正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大致讲完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雍正继位之前，我们人所共知的，说清朝啊，康熙皇帝在位时期，可以说，其实表面上很繁荣。但是已经处在了危机之中，而康熙皇帝并不自知，恰恰是雍正改变了这一切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之后，我们今天的改革内容远远没有结束。其实雍正的改革可以讲一个学期啊，正是因为雍正的改革，使大清朝才多活了接近200年。从这个方面我们来说呢，雍正是有功的。不管雍正继位到底里面有没有什么阴谋，我们说历史选择了雍正是大清朝的荣幸。谢谢。